毛血旺比毛血旺更下饭。有百事，欢聚气氛稳稳拿捏。本节目由百事可乐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Nespresso 浓郁咖啡赞助。胶囊咖啡机轻松打造家中的精品咖啡馆。今天来自一位是和毛血旺渊源颇深的一个团体中的另一位成员。我感觉除了他们自己的自制综艺，好像很少有这么密集出现在他们单位的人，很少。我们节目确实就是，感谢他人，非常感谢这个，这怎么说呢？感谢，我在想一个措辞，贵单位，兄弟单位。好像不太好，你又不太好跟人家称兄道弟。感谢，感谢德云社的大力支持。对，你俩算是很熟吗？净熟，我俩前年还搁一起拍一场戏。啊，你记不记得咱俩那个一开始录《毛血旺》的时候，就提到这位老师？咋的了？说啥？就说我俩有一个照片错位啊。大哦，就手拉手去酒店那个。对对、啊。现在还去呢吗？不去了。没有什么机会，对，没有什么机会录同一个节目。你俩是那个节目去的酒店？不是，没有去酒店，你也在那个酒店。那我没手拉手跟你去。我没有拉手。快递，快递来了，放门口吧。快递到了，您签收一下。放门口就行。需要签收一下。这咋还标好价位了呢？20、30、50的，怎么？命运的馈赠都提前标好了价格吗？来来来，哎，谢谢，来来来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进屋吧，啊，瞅瞅吧，这个30、50、20，选一个，一人一个，那我肯定要50的呀，就是呢，有点贪心了，你这都标的这么明显了，我得要个20的，那50的给你，完了20+30给我，咱俩谁也不亏。对吧？哎呀，那我得寻思寻思。50的先看看。50，那有点深沉呗，从20开始拆呀、啊。50的要都不好，20可拆可不拆。不一样，不一定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的签名照啊。不是，我买的那个玩具盲盒。哦，你买的玩具盲盒啊？50块钱的盲盒啊？对啊。它不一定好，但是它多。两元店的手表。哎，这是适合你，这适合你。两元件的哈，这是插座吗？还是？哦，这是一个变压的插座，干啥用啊？出国用啊？对啊。啊，不是，万一咱们以后这个毛小旺去国外录呢？谢谢。是，那一定要带那。借您吉言了，那就是。这个很有用的。这还有这个呢，电器，这不得10块钱？这个好，这个好。对讲机，哎，这挺沉的，这个。喂，哎呀，真的。你调几频？就来了，好像就一个频，就一个频。喂。哎呀呀，雪金。哎呀，我离远点，我看这玩意儿它有多远啊。喂，有吗？有。收到。哎呀，有。可清亮了。哎呀，哇，这好厉害呀。这50值了，就有它值啊，这个值了，50，这个行。哎，这值啊，这个对讲机。汪汪队开大会。你这是玩具盲盒吗？你这怎么还有4根圆珠笔？不能光玩也得学呀。给你个笔，给你个本儿。还有4根笔芯儿，8根笔相当于啊。哎呀，还有耳机呢。哎呀，这行，我这个耳机我能自己拿走吗？可以呀、啊，甚至都可以自己拿走，所有东西你都自己拿走吧。其实这个不错，这还行，手表型电风扇这行。你把这个带上，可以了，这行，开开吧，你看能开。他弹出来啊！吓一跳，哎，挺好，这个挺好吧？行。你这挺值，行，今天这购物你这个还可以吧？哎，那照相机呢？就在这里呢。那会儿你用过是不是？对，我想给它导出来。你啥场景？你啥场景使用过这个呀？
非正常拍摄的时候。不是，就是跟朋友俩人出去那什么。都没带手机。对呀、啊，你没带手机，你连啥呢？你朋友知道你这样吗？哎，你们俩不是我朋友吗？我们才知道。我才知道。哦，是吗？你有这种爱好？咱上回这个出去晚上遛弯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哦，是吗？你没发现吗？妈，多亏我早回家了呢。你俩手拉手那个照片咋来的？那一定要说开。我们那天就是一块儿回的一个酒店，那个酒店是主办方，别解释了，反正就是人家都住那个酒店，你是不是也住那个酒店？对对呀、啊，在那儿路都住呢。我对呀、啊，我拿可乐喝，有人喝吗？喝一个行。周老师，你最近在忙啥呀？我不是去天津穿了一天的戏吗？那你除了去天津还干啥了？出去玩去了。你上哪玩去了？去南方城市。你自己啊？啊，要不然谁陪我去啊？就一个人，你是不需要人还是没人陪你？主要是没人陪我。自己住啊，现在自己住。自己住吗？现在啊，不是一开始是有室友的，一块住，然后后来他结婚了，把我抛弃了。所以你的朋友们都结婚了？基本上吧，这个年龄段就是这样的，你周围朋友会陆续结婚。我感觉我室友也快结婚了吧。那他要走了，你还缺室友吗？对你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不知道，我曾经吧，反正我规划是，近几年还没有这种结婚的想法。那哪说得准啊？也是哈，我觉得你要结婚也是，无声的拒绝了你。也是哈，那我看看，来周老师独自生活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2点到11点睡觉，我们不工作的时候也都差不多。差不多，找朋友发消息唠嗑，你都找谁呀？找老秦。他能跟你唠嗑？我们俩唠嗑基本上是一个礼拜把一件事说完，就是他隔一天一回。秦霄贤是我见过所有人里边回微信最费劲。为啥？他不看手机吗？他确实不看手机，他是刷着抖音或者是这个玩游戏什么的，来微信了他也不看。对，但他会早晚会回吗？就早晚有一天会回。早晚有一天会回。那还行。那最近干嘛呢？在哪儿呢？然后转过天他会啊说我在长沙呢。我说你干嘛呢？然后又转过天。你也没啥事儿啊，你就是聊闲。就是想聊闲嘛，所以不着急嘛。我说你哪天回北京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然后就石沉大海了。这种就石沉大海。对，因为涉及到真正的事儿。对。对。老秦是不回啊、要么给饼哥发微信上饼哥家。饼哥不带娃吗？我就玩他儿子玩具去，每回我去饼哥家就是看他们家孩子那个车，你知道吗？啊啊啊！一转就能走。我以前没玩过，我去饼哥家，我这个大人能坐吗？能坐，能坐，可以坐，可以坐。还真有。哎呦，这就这个。你看漂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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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移。那也得靠腿往前蹬。你们那个是饼哥儿子那个裤衩儿，孩子呢？孩子睡了。饼哥看完你说你不指望你们来给孩子带点东西，你别霍霍孩子东西就行。哎呦，你每天过得好，好心酸哦。你老去吗？老去，剩下就没什么朋友了。没人搭理你的时候，你干啥呀？那就出去了，就跟我似的，出去一个半月嘛。你自己搁家呢？也是出去溜达，一到六七点钟的时候，大爷大妈们就开始遛弯儿，我也跟着溜弯儿去。一般有几个中年妇女啊，在那儿八卦的时候，听了一听，对我就驻足在那儿听，偷偷都听。那是不能跟自己相处吧？什么叫不能跟自己相处？你得需要外界的刺激，来逃避内心的孤独。打游戏吗？不打游戏，不打游戏，出去打打羽毛球。羽毛球也没法自己打呀，你还是得跟人打。得约朋友啊，也是月哥、孟哥他们玩都厉害啊，他们真算分儿，所以就不爱跟他们。压力贼大是吧？对，我打就是基本上就站那儿不接球那种。哎，你适合就是咱正常打，就是
哎，对，就是锻炼身体，在小区楼下打，对，搁小区楼下打，哎，对，就是谁要是打着了完，对方没接着，还觉得是打的人有问题，对，对方没打好，发啥球啊你？你发啥球啊？你玩的脏，真是真脏，对，爬过去就是到中间那儿，谁也不过去捡，对对，你捡你捡，嗨，得吧，我过去捡，拿拍煮着。哎呦我天哪，别去了那走。其实跟室友作息一致也挺重要的，要不然俩人也见不着面，对吧？对，我们都很一致。那你会因为室友很多集体的活动冲击到你本身想自己活动的时间吗？我不会啊。你看我室友啊，我们家住四个人，你说凑一桌麻将就能凑一桌麻将。他们也不说我此刻不想打麻将。我家就没有这样人儿，因为打麻将蹦高就来了。哦，他其实怕室友，最怕就是你俩的爱好也不一样。但我俩真的一起的活动就非常很少，他老去健身房，那完了，或者打球，那完了，跑马拉松，跑马拉松。我得说，咱们你周几有时间，我们周几去一个，比方说去逛逛街或者啥的。跟室友还提前约呢，因为他老有事儿啊，他不愿意在家待着。他不愿意在家待着，你是比较宅的一个。对，你们现在有时候在玩飞盘吗？没有。你觉得那好玩吗？我有朋友很爱玩。就咱仨这种打羽毛球都不挪步的，还跟人玩飞盘去？你能飞到啥呀？扔呗。你跑那接呀？不是，我玩第一天就让人把脚给踩了，就是指甲踩掉了，后来才不玩。哎呀。但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爱好了，我最近觉得舒畅堂香水不错。前两天孟哥，孟哥说：“哎呀，我有一瓶香水，用完了，完了那味儿可好闻，再也找不着了。”我说：“啥牌？”他说：“我不认识，我搁那个国外买的。”完我说：“你发给我吧。”你发给我之后，我一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子，而且也非常明白的写着那个味道，就在那瓶上。我说：“行了。”我说：“我买完了。”他说啊，这事儿这么简单吗？我买完之后，我感觉他是不是套路我？他是不是就是本身他也知道，然后他就让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成就感。你看这个香水你找不着，我帮你找着了，而且我轻而易举的，那这钱我也花了。然后他还落一箱，他还落一箱水，要么人家能省下钱来呢。孟哥还是懂人的心理。给我们展示一些你日常那个欣赏的刷到的东西、这是一个旅游博主吧。其实在高铁上不知道去哪才是真了不起，下高铁的时候发现已经在黄山北站。那他怎么搁黄山下车？他不买票，他不买到黄山的吗？当时中途随便找一下下了。对，中途下了、你会真的这么做吗？也没有说到这个程度，到这种程度。就是有朋友在，比方说在那儿吧，做民宿啊，做什么的，我就去了以后呢，就在那儿待一个礼拜，然后周围我再转一转，去那种三四线那种小城市，那个要么就是小县城里头，那你怎么开车去吗？自己？啊，对啊，周边租一车，来回一跑，然后去那个农村里头，你就看那个景色特别好，稻田啊什么的，然后大山呀、就是你。走过就看那个大山连绵，就是跟山水画一样。你有没有就是你现在跟他说出去完他就能跟你去的朋友旅行旅游？够呛吧。你有吗？没有，我在工作之后好像都没跟别人旅过游。你打个电话，你问问，你说明天那个明天咱出去玩去不去，就说走就走啊，就立马现在啊，今天晚上现在几点啊？现在那个1:40。1:40，咱你说明天5点还5点？哎，你给打电话，你说我已经给你买好机票了，约好今天晚上立马就走，晚上9点吧。行，今晚9点。谁能走啊？你有这样朋友吗？我有啊，我还是有的。是吗？我估计够呛。我跟咱几个，老秦我打一个，老朱、饼哥，饼哥肯定没戏，饼哥家里有孩子。老秦在戏里，饼哥没戏，但老秦在戏里。
老秦有戏。那我也给老秦打一个。你给打电话问问，他肯定在戏上。老秦，嗯，平时给他打他都不接，更何况现在了。对，不可能。还打呢，锲而不舍。别再拉呀！我跟你讲，他不可能接你的电话。对，他接不着电话，这个人。给老朱打一个。哎，你给他打，你问问他。我让他现在好心上来了，自己好奇心上来了。别人忽然这么就是说旅游这个事。哎，老朱，你是你去开大卡车了是吗？没有啊。你在哪儿呢？我坐着大卡车去无锡。去无锡呀？对呀。哦，你是走那个三宝了吗？对呀。走三宝最后一场了。不是你，那你长沙完事就没事了是吧？长沙完事后面去南通。挂了吧，挂了。聊吧聊吧，那行没事。嗨，我就问问你去哪儿了。行，怪想你的。行，想你，爱你哦，拜拜。好的，拜拜了。很无情。那人确实有事儿，那确实有事儿。我们没有很，你很少能见那种特别闲的，我说走就能跟你走的朋友。特别闲的也未见得能说走就走。如果我闲，我就可以。对，我也可以。如果我闲的话，就是因为特意约的吧，很有可能就取消了。对，就是中间不会出现很多状况，比如说没起来呀，我跟老七，这个事儿，早上要早起，没起来呀，他就取消了这一天。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吗？有，一般我跟老秦约好了，转过天去这个，比方说环球影城，嗯，比方说我十点起来了，起来以后醒了第一件事给他打电话，没接，然后开始给他发微信，也不回，我就知道了，完了，准是早上六点刚睡的，我就自己点个外卖，开那个看个电影，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正喝着茶呢，他回一个。嗯，哥，我刚醒。我说行，你接着睡吧。这种我要是我会生气。我会，我也会。不是这不，我倒不生气，因为这是好几回都这样。哎呀，那你还跟他约？不是你还找他？你是得多没人啊？有一回我就是硬性要求，早上六点咱必须走去坝上。啊，一般我就不在自己家睡了，我就上他家睡去，就上他们家睡去。早上，六点。准时准点，我哐一踹门，躺他旁边，弟弟醒醒，醒醒，起来啦，起来吗？来吧，起不来，咱们要去坝上啦，坝上美丽的草原，那能行吗？他就醒了，看你一眼，然后翻一身，嗯，行，我知道了，嗯。后来你去上了吗？去了，愣瞪起来的，像这种活动必须愣瞪起来的。你说这都不算，我跟老秦刚认识的时候聊天说要去马来西亚出国，到现在了，我们俩认识七年，这护照都快过期了，没去上。我要是跟人约了第二天完，他下午才给我起来，然后说今天不去了，我生大气。分什么事儿？你去哪玩啊？那不行，那我这天上午没干别的，我就等你了，因为我也没事儿。那不行，那不行，我可以有事儿，我可以找别人。那何必要说好呢？那说好的意思是啥呢？其实就是被放鸽子嘛。我接受，我是朋友说出门慢点，我都有点不太那啥。是吗？但我的朋友们都是那种爱迟到的人。我挺准时的，我也挺准时，但我后来发现大家都不准时，大家都不准时。对，约一点，我一点半到，我第一个到的。后来我们就提前约。就本来我想十二点吃饭，我就约十一点啊。对，要么就提前，对，提前一个点儿。我还会提前去，不是？那你是得有气呀、啊，因为有时候又来我家，如果是吃外卖的话，那是不是还得算这东西多长时间不凉啊？我大概什么时候点？对，什么那个酒还冰不冰啊？就是这些东西。对，这种更麻烦，因为你还是主人，你还得照顾大家。对，
就是我之前我约这个老秦，我就是我那会儿在家做饭，就是这个猪肉炖粉条，他那个粉条从来没吃过特别筋道的粉条，都是泡芙呢。做完以后全是粉条，一点汤没有。放那儿以后，我给他打电话，怎么还不到啊？马上，已经打车了，已经打车了。我说你赶紧来吧，这粉条坨了。哎呦，我的朋友，他在出门了，就是已经打车了，和他到中间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对啊。我现在已经到那个，你上车了，告诉我啊，对，就是你上车，因为距离是死的，除非你连这一点也要变。我跟你讲，上车了也不一定，他还可以告诉你路上堵呢。啊，那恨不能让人拍张照片吧？呱，你给我截图我看看，来，你跟那车上那健康宝截个图来。真顶啊！看看你还有啥视频来。你说的那是另外一个博主配音啊。正好够不着。哎，我记得你以前收拾他们不一下一个吗？咋的了呢？现在你再试试。这不怕我闹床单吗？手指盖给我剪圆了，我现在走道就有点半腿。来来来，你下来吧，行不？你不说你眼睛小看不清呢，还赖什么手指盖？我觉得贼好笑。这博主就是配音，感觉狗真能说话。咱们自己配一段，可以试试啊。来吧。我来元宝，那我来康康。你在那看啥？啥活了？啥玩意儿？就赖你。谁赖我呀、啊？你看我没凑钱啊！你不追我，我能吗？你去上一边去，是吧？你闻闻啥？你说话。身上什么香味啊？是香水吗？那你有什么关系？中午吃的韭菜馅饺子，你别催了，我到家了。哎呀，起来来，你起来，你看我妈搁这呢。哎呀，你让我看看。白人哪来的？什么玩意儿？用元宝多憋屈，好难呀、啊，这很难。嗯，像配武大片儿，挨打的。这啥呀？吐了，打吐了，吐血啊！还有那个滚楼梯，对。哎呦我天哪！这也是什么呀？啊，这是我提前寄过来的一些东西。你要上我们家搞装修啊？木工工具箱。啊！我来不得给你们添点东西吗？挺好，是不是啊？可以，来给我做个桌。我就现在，我就全给他做。给我做个桌。啊、嗯。你喜欢做木工啊？有这瘾，但是做不是特别精细吧？哦、我天哪！这啥呀？这一个破凳子。破凳子。化腐朽为神奇，我觉着。我觉得有的时候腐朽也是一种美，就拿它当桌子，不用做。对呀、啊，就拿它当个桌，这就是咱家桌。这咋做呀？把这个锯掉就行了，然后它外边可以缠点这个麻绳，给它装饰一下。就缠成那样吗？对。那来吧，干吧。这锯像个玩具，你别拉着手啊。没事，来时五个小时录完剩四个了，你咋整啊？怎么交代呀？干嘛？干嘛？我呀，我给你扶，我俩给你扶着点啊。还挺快的，小心啊！你可千万小心。行了。其实啊，在朋友家，人家要有个床头柜嘛什么的，你要买个新的也没多贵，但是就是闲的没事儿干。你要是给他新手做一个，挺有意义，我觉得。对。哎呀，哦，哎呀，我先把它稍微固定一下。哎，可以，这就又缠了又固定了。对呀、啊，扣给它放这里头。我买美国嘛，看不见的、哦，软装嘛，软装可不就是遮丑用嘛。送过笔，送过桌，还送过一口大黑锅。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哎，这算是齐上了。啊，他就是这么一圈圈翻。哎呦，咱把它这样。哎，聪明！你们负责捆上，我给它解开，还得从上面绕。
车间李工，车间周公，车间毛公。你看我俩这流水线简单的重复，你看时代的缩影嘛，这不就是。哎，来这个节目啊就特别不像录节目，你知道吗？怎么的呢？因为刚才一下地库二十栋 B 区，我说上谁家串门去了。这是呀，可不就是吗？咱这不就是串门吗？对，在北京更像，更像、就要在北京更像。嗯，这什么不太够，这怎么固定的？完了还是这边起点啊，起点在这儿。可以可以可以 ，OK 了，大功告成，可以，非常圆满。这个桌做的，给他放那儿那儿啊，那儿呗，旁边看对吧？就搁这个，怎么样？挺好。摆点东西，摆点东西，摆个那瓶儿呗，有点单，不行，随便南瓜啥的，农作物。来个柿子啊，拿点小南瓜吧，要不放照片。这个你感觉行不行？因为这个材质跟那对这行像，对这行，我觉得可以了。我看一下，不那么突兀，不那么突兀了，行，成功。哎呀，这热坏了，热坏了。歇会儿，洗个手，洗个手。我今天早上起来还跳操了呢。太努力了。哎，你给我一个，来，我出来。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好的，好的，收到。周有良出来了，周有良出来了。好的，好的。挺好玩，是不是挺好玩啊？挺好玩。我发现，就节目组是最能用对讲机的。对呀、你都得是实时沟通嘛。一人出发了，一人出发了。他们还说啥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毛老师生气了，快快快！有吗？九良到哪儿了？九良到哪儿了？快快快点问一下。好，雪琴这边妆发完毕了。也是吗？对呀、雪琴好了吗？雪琴好了吗？稍等，稍等，几分钟，几分钟。对呀、雪琴上厕所了，稍等，稍等，啊、五分钟，五分钟。对呀、我那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推场的啊、这个。稍等一下。他得是这种的，稍等一下。雪琴，不太方便现在。我好饿呀，吃饭。先把葱油炸出来吧。来了来了。就毛毛平时自己也不做饭，几乎不做。其实我在家也是一个人，就是对一个人买菜都不好买，你买一个。比方说西兰花，你就得吃好长时间都吃这个西兰花。哇、挺诱人的。嗯，走，吃饭。太丰盛了。哎，挺香的。咸吗？不咸，真香。这个给孟哥吃吐了都。天天吃吧，连续一个礼拜，我给他整这，那是得吐。那我爱吃，我真是这吃这个吃不够，我一沾面就要了我狗命。太香了，有百事吗，毛老师？我拿。你要啥味儿的？我要百事泰气系列的桂花味儿。尝尝，都尝尝。他们每到秋天就出桂花味儿。哦，它符合季节呀、贼香。干杯！哇、这一口下去，我满嘴气泡，完了还满口桂花香。秋天的味道啊！一喝这个桂花味的，就感觉秋天来了。
我平时有时候给朋友做饭的时候，朋友要说个什么，没完了，这个葱油面弄咸了，心里挺难受的，确实是。甚至都不用说咸了，就没有表现出非常爱吃的都不行，就完了。对，没有在端上来的第一下发出哇，那都受伤。哦，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合格的朋友是要哇的，还有狂炫。对呀、啊，夸、啊。哎呦，真好吃！太会做了，哇，绝了，绝了！还是要鼓励的。我也给别人做过饭，然后我那时候还不那么会做饭。然后我还特意跟了一个我特别会做饭的朋友在那连线，他一步一步教我说一共要做几个菜，就是先备菜备哪个，他都是按步骤教我的。我就费劲巴力做，那些菜都不好做，都不是那种说一个步骤就能做出来的菜。做完上桌了，吃一吃没有反应，那完了哦，没有反应。我说怎么样啊？挺好的啊，还行。那完了。还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实际上就难吃？不难吃我都尝了。你找自身的原因。有可能真难，他们已经尽力了。是这不可能，有可能真难吃。我都尝了，顶多可能说是为了说凑两个菜一起上就两个。要真是情感的地方，人早骂出来了。能多难吃呢？咱们就说能多难吃。那可能就是正常。正常你不，我头一回做饭，那他们确实是没鼓励我，而且我自己在那儿忙活，就是费劲巴拉给你们做出来，挑肥拣瘦的，那怎么？我感觉这帮人也是没吃过啥好东西。那你们会愿意去别人家吃饭吗？我去饼哥家蹭饭，他家是不是常年都有人在做饭？对，住了孩子吗？因为俩孩子，饼嫂、饼哥，一个阿姨，他本身就是一天两顿饭。你可以做两菜吗？可以哦，就是我去了以后，饼哥下单，我想吃红烧，行兄弟，我给你买去。就比方说那个谁送点螃蟹，快来吧，送了我十只螃蟹，快来上家里面。饼哥家有时候你买点东西，然后到他家，然后让他做，可以，这种也可以，这种挺好，离得近。对，我最近就觉得螃蟹下来这个事儿特别好。就螃蟹下来了这件事儿，就给了很多平时不怎么一起聚的亲戚朋友一个理由，咱们在一起吃螃蟹。你看饼哥家不也是吧？而且你就感觉就是，虽然大家现在生活条件都变好了，但对螃蟹这个事儿还一直永远当一个好东西。因为螃蟹它分季，很珍贵。对，分季节，过季就没了。我爱吃螃蟹，我这基本上就想一年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中国人会因为某个食材正当季而欢聚一堂。哎，真是，别的国家没有、啊、不是一个节日，不是任何的纪念日，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欢乐就是纯吃螃蟹，就是因为螃蟹好了，独属中国人的浪漫。是多纯粹的一种聚会呀、啊、对，你螃蟹那纯是为了吃来的。你说你过节，你还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哦、过节了大家一起吃个饭，什么这节还过节纪念日什么呀，什么纪念日呀、啊，就谈恋爱纪念日，对吧？我见过，就是朋友认识一周年纪念日，啊，真的吗？真有，他俩是朋友一周年吗？朋友一周年，不能是地下恋情吧？不知道，我说这他怎么会记得他？俩人出去喝酒了。那天我说一会儿干嘛去？他说这俩人吃饭去。嗯，这吃什么饭呀？我们俩认识一周年，去年在组里认识的。啊，他俩没事谁我肯定不信，肯定的。就是你们有这种朋友吗？没有。本来是这样，我想说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有，但我没有这种一男一女单独纪念朋友一周年的。你要不想谈个恋爱吗？啊，嗯，突然 Q 到这里了。你那个啥意思？你说你一个人去旅游啊？是啊。是啊，就是一个人呢，这么惨了吗？不是，我去，就是你现在对外是一个单身状态吗？对啊，现在就是一个单身状态啊。职责呢？是单身状态啊。啥时候的事儿啊？大家都说有这感情的事，谁能说？不问了，不问了，他也不爱说，在哭了。哎呀，别问了，有人来来哭。你自己不谈恋爱，就我感觉，就是我弄不好这不会经营。
你怎么不会经营法呢？就觉得自己不太成熟吧。怎么挺成熟啊？就是互相的一个陪伴吧。什么南京话，你啊明天干嘛去啊，后天干嘛去啊，或者是这个每天要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也不必。怎么你是说不出口还是不是，我就我自己我想说我爱你没那么爱啊。爱我爱你吗？我不想你啊。你没就没见过他真贼喜欢的就想跟他在一起，天天想见他。没有。没老偷摸看谁朋友圈啥的，微博。朋友圈就那么几个。你朋友圈就那几个女的？对。要么就是微商。微商。微商。那分手大师是咋回事啊？嗨，人家老我呀，我不会劝人你知道吗？啊，就别人要人要分手你就劝分。也不是劝分，你他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你就是这感情这方面你要能忍你就忍，忍不了就分呗，就看你是什么个理儿。对呀、啊。但我觉得男的很难在这方面做出什么好的安慰。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从男朋友的就是这是哥们儿吧，这种关系会得到一些错误的资讯。就是因为男孩之间他不会聊得特别，就是说哎我特别想娶她，我离不开她，我其实想跟她。不承认，男的不承认。对。人家就问哎你跟她咋样啊，还行。凑完就是凑过呗。慢慢来呗。对。完了。那个他哥们儿就告诉我那个女生朋友，他你要不要问问他，他好像没有要结婚的意思。然后这个朋友说不行，我要结婚呢、啊。完我们就吃饭，就吃饭让我问，然后我就在那儿我就说啊，我说咋样啊？那女孩还没在，我说咋样？他说其实是要结婚。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信息其实中间传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嗯，但现在这个单身这个情况也不困扰你。不困扰他多高兴啊，自己独居。但有时候也想着，如果俩人出去，是不是是呢？更开心一点，更有动力一点，但是也会更麻烦一点。我有朋友就是因为出国玩那么一圈回来分手啊，好多事，好多事，就太麻烦了。旅游特别考验人，对，互相埋怨呢，订机票，制定计划，然后查攻略。就我干那么多你就躺着完还不满意呢，还不满意。对，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我也太烦了，当时就炸。所以我也是刚学会这个不表露出来一种不耐烦或者是这个不喜欢这种东西。对，因为我之前那个去那什么，我对了，出去迪士尼啊什么的，这种地方太考验人了啊。咱为什么要来这儿，为什么啊，好热哦。你对，那完了，那你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想想，真该死，就是哎呀，这个嘴呀，这个嘴呀，这样真不行。就是所以说，我感觉我长不大似的，就是这方面我不会经营，不会经营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这不就会了吗？一点点，吃一堑长一智了，一点点不就会了吗？找男人一定找饼哥那样。饼哥说就是中秋节带俩孩子。跟我说你嫂子就拿一伞，我推着小车，然后这儿还得抱一个。他咋玩啊？他那小孩不玩啊？不玩啊？就溜达呀。嫂子玩，嫂子玩。对呀、啊，他搁楼下，他带孩子搁下等着啊。啊？家里，哎呀，哟啊，这婚姻真不错呀、哎。饼哥就下看孩子呗。哎，你看，你看着这种幸福家庭的时候，又对这个有一些向往、嗯，产生一些向往。嗯，向往，我向往推孩子。我感觉你甚至有点向往，你刚才都望着远方出神了。不是我是心不是也不是想着谁，想呀想出神。哎呀，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也想找一个人去环球影城。你自己玩吧，你老公在这看孩子。看孩子。拍个照。我在吗？在在。这张不行，这半拉脸，那个呢？我不仅半拉脸，我还闭眼啊！这行，这其实行。木工其实挺锻炼人的耐心。你不怕少个手指头啥的？就是现在还行吧，一二三，那挺多呢，还全，少一个两个没啊。做个这桌子，你慢慢的，一个平板，四个腿儿，你慢慢就会从一个木工变成一个钳工。
我就开始接电钩，咋解不开了似的？爱情的思绪解不开，能上劲儿的。你要给它放这儿，是不是风格稍微接近一点？这样的，怎么那么像一个凳子呀？错回去了。不是，有一年过年我在北京过的，头一年哈不在家过年，去人家还有长辈儿，我就想买点冻货呀。我先去了，正好他妈在那儿，没准还能咱们去吃它了。完去就放冰箱了，咱们吃火锅。就是那些东西我带上一样没捞着吃，我还特意挑我爱吃的带的。毛毛的生日到了，你俩来呀，来就得干呐，布置上吧，赶紧吧。说毛老师能配合咱不？我觉得够呛。那就这样。天真假笑。他来了，我们就喊祝他生日快乐吧，要不咋整啊？嗨，你今天这个生日能收多大礼，就看自己的命了。彩票吗？啊，多少钱？儿戏了。来了一只小青蛙，它在这里蹦蹦蹦蹦。我重点观察你，我感觉你不咋想让我猜着这个。马哥，我使用一下心愿卡。是人吗？救命啊！那破坏了我们这个友情了。好啦，来吧。哎呀，鼓掌，鼓掌。会会。哦这是老朋友们，草原最美的花，我捧个大鱼郎。谢谢。这有点虎，我唱一个那个吧。今天有一个视频啊、哦，这个好有意义啊，让我感动坏了。